嗨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。大多数人都知道，世界上核潜艇技术十分优秀的国家除了美国还有俄罗斯，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超过了后者。俄罗斯如今有着世界最大的核潜艇，最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国家核潜艇下潜深度也普遍较大，目前有一款能够深潜水下600米，它就是由971型核潜艇而改进得来的阿库拉二级核潜艇。它的前身是971型核潜艇，它在1970年被研发出来，在1984年的年底正式开始使用。之后，该型又发展出了四种其他的型号。第一种是971型，也叫做阿库拉一，一共建造了7艘；第二种是9711型，是上一种的改进型，一共建造了5艘；第三种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阿库拉二级了，共计划建造3艘，但最终成功了1艘；最后一种就是971M型，也称作阿库拉三。也有人把第三种型号和第四种型号一同称为阿库拉二级。比如说，印度从俄罗斯借的第四种型号，在相关的报道中直接就将之归纳为了阿库拉二级。这种型号的潜水艇具体是怎样的呢？阿库拉二核潜艇大概长110米，水上的排水量在7500吨左右，潜航排水量在9500吨左右，远远超过了美国洛杉矶级与海狼同级。它采用了双壳体结构，内壳使用了钛合金，它最大的潜艇深度在600米左右，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，很少有核潜艇超过它。它自带的8具鱼雷发射管是它最主要的武器，其中包括了4具533mm 型，可以发射出53型和 SSM-15 反潜导弹，另外还有4具650mm 型的，可以用来发射65型鱼雷或者 SSM-16 导弹等。它最多可携带80枚水雷，同时它还有导弹发射装置。这么强悍的事物总还是有点威力。之前的核潜艇都有噪音严重的问题，它特意在这方面做了改变。它采用了流线型设计，流水孔与充气孔的数量很少，并且在它的表面铺设了几百片胶生瓦，吸收声波的同时还减少了阻力。在它的内部也大量使用了降低噪音的材料，在水下的噪音只有105到110分贝左右。凭借着这点，它成功的躲过了美国的反潜系统。你对它是怎么样的态度呢？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视频就在来源于网络与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